下面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去填下它，对吧？填下来。好，首先找到我们什么 dispatcher servlet。好，这个地方写什么 ？class pass 冒号，这里写冒号就行，因为spring 斜杠 spring 杠 mvc 点 html 文件。这个地方写清会出问题啊。那个 spring mvc 跟 spring 不一样啊。spring mvc 的配置文件都是什么？都是要自己写的。啊，都要自己从这项目里面加载啊，它不让你从什么，从别的地方引入过来，啊，别的地方引入过来，因为 Spring MVC 是项目你这个 Web 项目最基本的配置，对吧？它是其中的最基本配置啊，它不让你引用。好嘞，那我们再什么，先等一下。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得给它把这个 S 给它去掉？我应该给它删了吧？应该是，我删过吗？到。好，拿这个验证码吧，刷新，这可难，是吧？你不要管周围的黑边，黑边是什么？我这么大浏览器就显示这么小的窗口，中间肯定是黑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把它放到什么？放在一个 input 标输入框里面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放 input 输入框里面，好，啊，咋了？啊，行是吧？啊，行，我走了。这样的验证码我们是不是 OK 了？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看谁啊？看我们的 Redis 里面是不是有这个验证码，对吧？理论上有吗？一定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说明你往里面时候放的时候出异常了。出异常，你觉得还能给你返回图片吗？这儿，因为这个如果出异常的话，出异常是不是到这儿？这块的话是不是这下面就不走？那说明 Redis 里面一定有什么数据？哎呀，我去，我刚刚怎么把它给关了呢？脑子不好使也是。哎呀，这个你们没有吗？对吧？来，看这个，是吧？这个怎么打开呢？哎，打不开了的吗？这软件也有 bug 吗？这是啊？没过期啊，没有啊。怎么鬼？就是，来，权限应该一下子能出来，你看，对吧？可以出来的。哎，这个软件有 bug 啊，感觉。你看是吧？再刷，每次刷进去才能新打开个窗口，你逗我呢？坑爹是吧？坑爹了啊，可以是吧？啊，现在可以啊。这个软件也不，哎呀，都用什么软件？什么软件叫出 bug 呢？这真的是是吧？好，我们可以发现里面可以有验证码是吧？啊，验证码来，对，那个看看它什么过去时间对吧？真的是坑爹，这是啥？我打开，看看它过去时间还剩多少？168，还剩168，已经过了132秒了。对吧？好嘞，好，这样子我们的验证码是不是搞定？搞定验证码之后，我们是只要做一个事情，把什么？只要这个 web 启动的，我们是把 SS web 这个 SS main web app 这个 regex 里面，只要把谁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验证码的输入框？对吧？验证码输入框，我们是不是只要把里面那个地址给它改成什么？改成我们的地址就行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它的正常注册是从哪注册的？正常注册是手机注册吗？手机验证码，哦，在这儿，是吧？这里 input ID 它，走，这里有个什么？这没事。image this src 这个吧，看吧，然后我只需要把什么，把后面这个地方这个地址一换不就行了吗？这儿后面那个位置是什么？目的是
因为我如果你地址相同的话，它有时候不一定重新加载。我们加个后面跟这个参数，要是加参数不会出错吗？我们这根本没用参数，是吧？啊，无所谓啊，那加不加参数无所谓嘞。那就是把什么？哎，浏览器怎么有？浏览器怎么去哪了？我没关啊。这就有点尴尬了，是吧？来，复制一下，把什么粘贴到这里来，就这个地址啊，是吧？啊，那我在本地发布，我肯定是 local host 呀，对吧？我复制过来的嘛，对吧？那我们项目里面也是肯定有 local host 的。那你到了真正开发中，你就把什么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域名的，是吧？应该是个域名哈。来，来，下面我们把谁，把这个 service 给它什么，启动下。你得把这个 service 启动，为什么？你这个 service 不启动，它是不是不发布服务啊？它不发布服务，这边那个 controller 是不是就用不了服务？你用不了服务，是不是就启动会给你报错，对吧？启动报错，来，它怎么会报错呢？哎，我刚启动的是谁啊？是这个吧？昨天还没有越界，今天就出来了。关键如果加了依赖包的话，我还能知道到底是谁越界了。现在我啥依赖包我还没加，他就越界了。嗯，那应该是谁呢？应该是谁呢？加谁导致出现越界呢？我把，突然我把服务里面这依赖包什么，我干了啊。因为这依赖传递出问题了嘛，出问题之后我就给它干掉它。啊，干了这个 comments 里面就报错了，忘了。因为这里面有个这个注解啊，算了，我还是放回有什么 project 里面。我把谁？我把子这边的什么依赖给他。对，再试一下看这次依赖能不能传递过来。啊，哎呀。哎呀，啊，这昨天还启动起来了是吧？今天就速度越界，这就尴尬了是吧？关键是一号代码就没动呢，昨天代码跑得好好的，哎，尴尬了是吧？呀哈，干啥呢你在这？那我这没保存，因为保存之后它卡住了嘛。再保存一下，又弹出来，啊，记得没了是吧？好嘞，再做个事情，把谁，把这个 service 里面呢，GDBC， 这几个依赖。我把它一注，这一注是不是它会从负的里面去找这个依赖，对吧？从负里面，然后对于我们这边依赖来说是没有少，是吧？来看看有没有出现多余的包。除了它之外，对吧？除了它之外，我想想是这个错误的，它居然不出来，是吧？不出来你就不出来吧，哈。我整个给它什么 ？update 一下。然后呢，再给它启动一下，看会不会先看什么，会不会报累找不到异常，还报越界吗？13440，那理论上是 my batches 的原因。来，13440，我给它改，把这个 my batches 改成3.4.2，为啥？
没有，对13440我没记错的，我好像遇到过，我还遇到一个叫11800，还有多少忘了？为什么会报错？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报错啊！就是因为我不知道，我才纠结呢。我知道他报了个错误，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不知道。是吧？神奇吧？那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 Spring 的，你看他还没找到，是吧？力还没找到，但是你看这个项目的依赖里面，我们其实是有什么？有 Spring 的，是吧？是有 Spring 的。但我这个一直我在这奇怪，我就是从上个班开始就老遇到这种依赖传递啊传递不过来的情况。啊，顺便再把谁？我记得我昨天好像说的这个地方用3.4.4可能会出现数字越界，我昨天好像说过，但是没出是吧？但是没出，今天你发现它就出了是吧？这就摆明了就是什么打我脸，你知道吗？还昨天还有一个异常也没出来，谁？那个关于这个 Spring 的依赖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因为我上课我从来不会说是啊，我右键，差不多到4阶段不可能出现什么这样运行的，都是什么通过指令来运行，啊这个。就报那个什么1.5/1.5那个乱七八糟的是吧？啊，没有那个什么，没他妈开啥来？因为4阶段是不会用到这种玩意儿的。我理论上啊，有他妈开的是吧？哎，理论上你把那个运行在部署到。试一下，然后 server， 你说让 server 会出错，我不知道，因为4阶段从来不会用到 run server 这个东西。可是你把往项目上部署的也不会。咱们那个 run server 不就相当于咱那个？一样 ，run server 是我指定一个具体 tomcat， 你用 tomcat 插件是它复制了自己一个 tomcat。啊，我试一下这个，哎，但我现在 run server 还不行，因为啊，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排除呢，这个排除我没给删呢。就是啪啪的打脸是吧？耀眼是出的时候不出，今天不该出的时候他就出来了。啊，你们写项目到后面，你们分别写项目，你就发现啊，就会出现各种你预料之外的。问题干啥呢？在这下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下好久浪费时间这是。不下肯定不行啊！哇塞，这在框这网站一定在国外，这网站一定不在国内。在国内不行，你在国内怎么也得100-200K 的速度是吧？在国内肯定要比这个速度要快多了，快多了是吧？相对于11来说，100-200K 已经很快了是吧？翻1-20倍呢，1.5兆下这么久，我在家下东西，几百兆的东西，看着就到头了。这1-2G的东西看着一下就到头了，一会儿就。要把整个公司的网全部放在咱们班里面的话，你就发现啪就到头了，我跟你说。什么怎么弄？我是如果把公司的所有的网都分配到咱们教室，作为一个搞 IT 的人，就没有点坑。没有，做了这么多年 IT， 心已经静了，知道吗？
说我现在热的，衣服已经是透了，现在。他脱了之后吹空调冷啊，你知道吗？光穿了个衬衣啊，搞艺术啊！明天就来不了了，明天就在家躺床上就，啊，打电话，我们不行，我生病了，就跟要辞职一样，是吧？我生病了，那个今天不去了，周六给他们上课行吗？我说行啊，那你想咋地就咋地是吧？你说了算，毕竟你年龄最大，对吧？照顾一下你的身体啊，万一你要累坏了，要找我辞工伤怎么办，是吧？我就看他下完之后会不会啊？还下别的？还下别的？咱们就不下了。毕竟一下来，还没下完呢。对啊，一点不着还没下完。我操！神奇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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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了！一马上1.4了，还有100K。100K 除以16等于啥？几秒嘛？那问题他好像不下了。那100K 除以一呢？这个伺服，这个没有伺服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在干嘛呢？这是？一直在更新你的 Eclipse。我先看后面这是干啥？不管他了，来。可以运行了。啊，运行不起呀？关了你能起来？我都说了，你不听。全没报错。这个报错是报 class 那都放的，这报 class 那都放的。切入点是那个，切入点没有导过来，不是那个，这个跟刚刚的问题不一样了。这个咱们启动，你看吧，这个咱们启动是因为它无法创建谁呀、啊？切入点表是那个什么那个，咱们少了一个有个依赖包没导进来，它跟那个不一样，是吧？跟那个不一样，这现在是已经什么，Spring 加载那个谁加载那别的东西加载了哈。啊，加他没有加载 data source，啊，少了什么？class 那放的嘛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包不在，少包了嘛，是吧？少包这个包，但这个包少了吗？这个包应该项目里面没少，是吧？咱们正常启动可以启动起来，这个是吧？这个原始他们开的就挺诡异，是吧？来，没加吗？我们那个依赖啊，对，好像真没加，是吧？来，加一个，有没有？哎，突然忘了，怎么写来着？算了，我看看依赖树啊，依赖树里面找那个谁，找 AOP，AOP 它依赖于。我知道，要么就是。TX 里面有个依赖于啊，where 忘了怎么写了，哎呀，坑爹了是吧？应该是，AS 什么？啊对啊啊对，expect 啊对，我老前面那个名字，这个对吧？这个。加一下，启动起来。把那个啊，那个依赖给它注掉是吧？把这个给它，先给它删掉。啊，删掉来，咱们用 Tomcat 启动一下，我看会不会出的。我从来没有 Tomcat 启动过这个玩意儿。走，也是找找那个错误啊，看看那个错误。也没有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错误跟它不一样，这是连接一个，不是连谁连超时了，
啊，这不是连吃连上吃了啊，哎，这个跟它不一样，对吧？那个是在哪出？那个是在这儿出，加在配置文件的时候出错了，加在什么样的配置文件？这是吧？没出吧？没出说明这个依赖你排掉了之后也没用，啊，没用，这就尴尬了是吧？这个正常应该是汇报那个什么，你们应该见过是吧？有人见过的那个异常，这个，这不连谁连接超时了？但不一样，这两个货物明显不一样啊。来，关掉了是吧？好，来 PIC 外部我们开着是吧？PIC 外部我们开着来，啊，不用它了，不用它了，继续用什么？继续用我们的总的方式啊。别拿你笔记本抄，就你要照顾这些小黑本子吧。好，启动起来是吧？好，启动起来。好，接着我们启动谁啊？SSO Web 对吧？把它给启动起来。不然我要是不照顾你，我也不照顾你是吧？这个你别谈了，我用我笔记本咔，我看一堆占资源很高的东西，你发现你笔记本卡的跑不起来是吧？好来，我们去访问谁？9001吧是吧？来，localhost 9001有个什么？这个页面，好，这个图片看看，点一下，检查一下看看，它显示这个地址吗？看会不会哪里出错了？刷新。哦，哎，艾萨丘，我刚刚没看到他，我刚刚找艾萨丘没找到他呢。哦，这里还有个 SRC 呢，SRC 还没改呢。这都有是吧？这嘛，这个没有这，他说点一下不行，是因为这个什么 date 没有被定义啊？看看。看他 GS 里面写这个，他写的代码有点问题啊。这个 date 是不是应该是大写啊？对吧？date 应该是大写吧？哎，看到什么？来，刷新，点。get time is not a function。嗯。time 是不是大写啊？这他这个。我那我就想他原先。啊，对，啊，是，我自己改的。那我在这里面会有好多错误的。啊，我自己做的是吧？这都可以是吧？你看，可以吧？这可以了。它有点小是吧？有点小。这宽度给它改什么？咱们不是140吗？高度多少？40吧。不改它改谁？对吧？这次咋整了吧？不改。啊，这次可以了是吧？啊。感觉那个。500，服务器报500以上来。一个是连接 Redis 超时了，那果然是，啊，连接 Redis 超时啊，这个你懂的原因是吧？啊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啊，这个地方会经常，你猜，阿里云服务器呢不在公司内网里面，你猜，连接超时嘛，是吧？你懂的啊，啊，因为众所周知原因，连接超时啊，这样的验证码我们是不是出来了，是吧？啊，还行是吧？啊，验证码一直出来啊。那下面就是还是谁验证码这些东西，这填完了还是谁手机验证码，对吧？手机验证码。好，这手机验证码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填一个什么？我去，我把这所有的方法全部给他改成消息了，尴尬了是吧？这尴尬了啊，来，太尴尬了是吧？啊，到时候再改吧。哎，手机验证码怎么做？手机验证码你得有什么？手机验证平台啊，是吧？你得有平台。那你得花钱是吧？我没钱啊，我没钱，所以说啊，我也不去弄，是
啊，这个你以后自己到公司里，公司给你一个平台，你自己接入就行了。平台都会有说明文档，告诉你要调什么代码就 OK 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只要什么？我去模拟一个，行吧？怎么模拟？被电了一下，静电。我这里填的手机号吧，后面是不是发送一下获取验证码？我在服务端以什么？以这种方式什么？我生成一个文字验证码，我给它返回行吧？我给你返回，然后啪弹在页面上，然后告诉你验证码是多少，然后你把它填上就行了，对吧？这相当于是不是模拟去一个什么短信验证码，对吧？来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做个操作？是不是你还得获取一个什么这么一个验证码，对吧？这么一个验证码，然后给它给它弄过来啊。那我是不是再写一个方法，是吧？来 ，Ctrl Shift 加 F， 好，再写一个方法叫什么 public 啊？这次我们要返回什么 string， 对吧？叫 get 什么 phone code。然后做个事情，获取手机验证码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什么手机号，对吧？获取手机号，来把这个参数先删掉。老是不知道怎么会老是按到。好，这里你给我传一个什么 string 型的东西，叫什么？phone number 是吧 ？phone number， 好嘞。等一下，写一下什么？不是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获取手机，咦 ？Ctrl Shift 加 F， 搜狗默认是。获取手机验证码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什么？你传过来的手机号，对吧？手机号。然后我们是不是做一个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我只要在这儿走一个，这个吧。这样是不是我就有图片？那个图片？你说这有图片，但我不要图片，我只要谁呀？要他。对吧？把它。